도와. 수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아, 拜托，斯多利送啊，章鱼。 iPhone 13 顶配要 70,000.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顶配有什么？ 顶配是 加上那个耳机，是不是？ 容量也会变大哦，我手机的容量从来没有用过，不知道手机容量大有什么效果。我选希格斯哦，不打 AD 太少了，没有办法选希格斯。然后换 iPhone 的加一。 看看有多少人想换一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都想把他们的旧手机卖掉，直接换。有一个人，他前一阵才买一个新的手机，买三四万吧，现在就要把它卖掉，直接补一换。抽 iPhone 吗？有机会。啊，下个月冲人家订阅来抽 iPhone。 哎，这边下路直接推嘞，好爽！那我们可以发育了。ROG新的那一阵下趴，没有用过 ROG 的。觉得手机好像用起来都差不多。 手游吃的效能也都还好，好重。哎，章鱼，章鱼在干嘛？啊？那光盾不按，闪现也不按呢？打中了。呜呼，这边AD要死喽！飞呀！ 是啊，李信啊，为什么李信不 Q 二段啊？出事了，哎，你被捅死了。哦，我的打 W 怎么往那里飞了？刚刚不是被打下来了吗？没看清楚哎。那个章鱼，这样，哎。 章鱼还送，还好换掉一个，有点惨啊这一波。由章鱼引发的惨案。阿古里，当也死了。李信怎么可能能量会不够啊？他是怎么接近才会接到能量不够？ 反正这一场下路肯定是没救了，那我们得靠中路。我们下路就不要死太惨就好了。刚刚一闪盾，然后 Q 1 普攻两下 ，Q 2 肯定够吧？这怎么可能不够？好，现在1比5，太绝了，章鱼又死了。 哎呀，章鱼又挂了呀！三次了，四分钟都死三次了，不行啦，这个章鱼真的太不会玩。嗯，这样难打了，真走出去，我也会死。 这一场应该是完全没有用了。死了呀，章鱼！我要死喽！
적에게 와, 그 오, 被打到了. 아이야, 这样子真的有点打不太了啊.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응? 아, 카트그린 有机会收头，得到一个. 총을 잡는 것보다 손을 잡는 게 더 어렵지. 张鱼是第一，还有，确实哎，这个张鱼是超级不会玩那种哎。哎，小火龙骑三猪，结合十一个月。那你开始，这个一般的 AD 已经死跟章鱼一样多了。 就是因为打得够稳，才能到现在只死两次。我觉得还有机会赢。等卡特飞起来，补位没这么搓哦。那你是想多了，这游戏补位就是这么搓。阿古尼，당했습니다. 这游戏补位打不了线，所以才会变得那么运气。因为你只要补位的那一条路，绝对都会死成这样。哇！差点被宰啦！哇！好痛呀！终于GG了，应该不会吧？中路还蛮强的。 我建立只跟中路啊，这李星也是有点不太会玩的。没塔容易爆线，还好，这个没塔其实不太容易爆线的，只要你不乱选。因为下路的这个版本，你只要选一些坦克角，怎么样也不会爆线。 哇！哭哭啊！这还是被打中了。哎，一克奈德利下去。哇！奈德利那跳过来怎么可以直接咬到我啊？不会啊！我还是把这边后面换掉，还是不错。哇哇哇哇！不错。 刚刚被奈德利秀了一手，他那个打 W 是没带那个硬币的小 W 啊，大的就会落地久一点。哦，没问到，会啊。 天呐，直接秒杀！他已经有鱼叉加这个了，秒杀，823。神羊 AD 玩不了了吗？神羊 AD 哦，没什么人在玩，这版不太适合吧？这版选工具比较好一点。哇，你今天怎么慢动作？ 这场应该还行吧，慢慢归，等中路吸。啊！
啊，这一场遇到这种辅助，你就只能前面爆线了，但不要爆得太惨就还好。遇到演员哦，没有，这个就单纯的补位，这个游戏补位就是这样。然后遇到那个补位的，然后又玩一些法师辅助，他就是直接爆炸。 好了，我要来下路硬手塔了，应该是让我被多次击毙。糟了！哎，鳄鱼有机会杀他吗？感觉是没有。哦，正踢下来了。哦，鳄鱼这波回家中路。 定身，哎呀，鳄鱼倒了呀！学习了，料不一定是错误的决定。贝塔，我是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但是还是学习，那没办法。 这游戏就是这样，队友在坑你的时候，啊，下路就是最爆炸。但我们后期还是很有机会。啊，我也就照正常的每一波伤害都打一打，兵线整理一下，剩下能不能赢？ 那就听天由命喽。完蛋！哎，难道还有救吗？哎，救到了，救到了。啊，哎，下路我们玩成这样，我还把塔守住了。断头。 所以哦，卡特又收一个631了啊！我死了，快跑快跑快跑！不知道他在哪里。再见了下塔。那50下，用那么多下，大概点他20下就是。对战的时候偷 A 两下，不点助攻，鱼叉出来伤害就很够了。 要跑中了。后期我们都R5个，不用不用。 以这一场的后期来看的话，只要卡特杀到一个，就直接全杀了。这边有点软，章鱼随便送一下，然后卡特不小心收到一个桶，直接全杀。OK， 回家。 哇哇哇！李星又硬来，感觉跟章鱼有得比。谢谢熊问来克多巴胺，感谢47个月。啊，打 Soul Rank 心态就是要稳，打 Soul Rank 那就全凭运气啊。 该做的事做一做啊，剩下运气到了就会。哎，哦，这么深度，哎，哭啊！啊，我怎么？哎呀，哎，多送一个，哎，可恶，为什么这？这边我被咬到了。 啊啊啊！哎呦，多送一个。
夫原本可以爽吃这波兵的。没事，哎，没事，让章鱼补经济。章鱼这波还拿到下档哎。卡特也拿到一个下档900块。我感觉经济好像只出两三千了。没事啊，章鱼要有一个大装啊，章鱼面具出来可以破格。嗯，惊人、欸！哇，他第一件直接惊人哎、欸！那他看来是打得比较保守的那一种。太邪了，出来皮这么一下，红掉了。16分钟才第一条，应该是还好。AD 感觉要上去了。哇！鳄鱼也倒啦！不行啦，那边感觉是被灭绝。阿古尼汤尼斯，阿古尼汤尼斯，코타비파괴되었습니다민소스레빈六哦六哦，太奇跑得有够快，人家刚没勾到我哎，两个混蛋。耶，月袭鲁德九个月。那个僵尸还没做好啊。啊，那一拉 Q 我们就要交手，没办法，没坦。哇哇哇哇哇！章鱼，还有个惊人，应该是没事。我就偷偷的赚点火，会战看能不小心 A 到对面的软皮两下，那还是蛮痛的。先补个三速血好了，跑快一点。哎呦，章鱼一个一下好像蛮舒服的哦。他的他的这个心脏有点血，哇哇哇哇哇，整个就是被秀。哎，哎呦 ，A 一下，漂亮！阿古尼汤也死，还好卡特没死啊，有救到啊！等我有火炮之后，等我火炮之后应该就蛮好处理这个 AD 了。啊，慢慢打，哎，慢慢打 ，slowly 送啊，各位。治疗到李星好像有机会被斩死。那个时候我看他的血量，没想到他会被斩死。这个派奇已经肥到李星四成血他都可以砍死了。阿破八个月，你看你刚刚没开盾都有，我当都没开。
钻石有人要给我当礼物，补位啦，补位 B 跳法吧。但他没想到，大家都不怕。加加加加，这就来加加。这一局输赢那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局的心态要稳住，不能因为一场的这个运气不好，心态崩，那你就很难去上分。怎么办？感觉后排要被剁烂了。好，没打中。要死光了，鳄鱼冲太进去啦！哇，这波大爆炸，GG，爆了！可惜，哎，可惜，这边这波真的完美团战呢。给章鱼点个赞。希望他下场在对面。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빛이없어진다면저들의어둠까지짊어지겠습니다没办法啦，尿尿很重要的，帮我打到一半，真的很紧张，怎么办？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还好，还好，一等没出事。哦，刚刚在玩大富豪，就没有空去尿尿。어둠에갇힌애들이야。哎，牙龄64聘哎，台湾人啊。对啊，我辅助怎么是这个家伙啊？我说赛特打瑞尔应该真的好打，只要把他拉下来就好了。那看起来是中野双排，中野双排两个台湾人，也阿正12个月，三大可以第二件无尽吗？可以啊，只是有点贵。我第二件还是喜欢出火炮。第二件出火炮，我觉得攻击的距离比较安全。其实我也想用看星矢的玩法，感觉星矢应该也蛮强的。我 support 怎么是狗？我也不知道，刚刚没注意到。검은안개를빠져나오면직접통보하는수가나不太强攻，这一只不太需要强攻啊。这一只带缓速的，对线比较有机会抽到灵魂。这一只毕竟前面
这个不是瑞尔不下马。那第二件飓风哦，三娜如果要出飓风的都第三件吧。第二件飓风的话效果有点不太好。打要来了，我拉扯一下。 내 비명을 고대하고있어.아,前面辅助比 AD 少，所以我这一支其实前面比大部分的那个，比大部分的 AD 都要强，打得上。哎，李红泉，打死我！阿杰，你真的是。 耶，双杀！你快回家，你快回家，算烂喽！不回了，打控线。秘术二比二。下面的嘉文被塔打死了，嘉文没带伞。 我打得不错哦，虽然我是觉得对面很怪啊，对面all in一个坦克要干嘛？应付才有游戏体验，说的对啊。如果你上一场看到那个章鱼，是不是就直接中风了？有应付这个游戏就很舒服啊，就随便打，一步往前就赢了。 我拉住，这还能打吗？哎，哇，这边竟然送哇，艾特。 哇哇哇！这一波好像打的不是很好哎。这一波，那也算中路啊，这个是中路的。牙术赚蛮多的，3比6，但是他们下路有点爆炸了，接下来下路应该都很好打。 这一波一开始有点太硬要了。如果早点转头的话，反正转头位置应该会好。阿古尼·汤尼斯。没有西干利，应该没有了。对，这一场。 三娜应该是最好打这一局的这个组合，牙术再加上萨米拉，一般的 AD 直接中攻，两个共享。这也没办法吃兵了。哇，三娜六级哦，好凶哦！出去喽！ 这边就等我们打野做事吧，上下交换。打野再来个赵信，上路再来个关 ，AD 直接不用玩。啊，但我这只不怕，直接穿过风墙点他们。刚好最近牙术的蛮多的、啊，都认个大家开始选那个牙术戴安娜。 这边打野刷上去吧。啊，那阿轩，嗯，这边在乱推线呢，现在要出来了。顶多再被控一两波。刚好认识北投强力牙术。你说的是金字塔强力牙术吗？
最近应该没有在打楼吧？应该还在上。哎呀，来抓他们 AD， 亚宁开坐喽，跳上去预判。 战斗力，要贡献了。哦，完蛋！雅典被干掉啊！麦克，怎么操作啊？这个怎么操作啊？为什么要敲一下那个果实，然后飞回去、啊？贝特是不是？ 现在没大要死了，哈哈，没大好像要出事了呀！可恶，我在碰见这群人在那边搞死了，快隐形，快走哦！现在被越肉，拉到塔下吃好了，受不了了。 只要下路一控线，队友就会想打、欸，感觉有一股神秘力量，永远控不了线。完全拦不住队，只要我下路一有那个控线的想法，马上就会打起来。可以捕鱼叉了，给我推出去。 这边控了啦，外了个饼干是还可以。好，等一下鱼叉，这次有鱼叉之后，这边的 AD 都要开始控了。这边不控，要拿回扣，再掉两层吗？一层多。 来一层，来了来了，赛特开扁。哎，恩德罗看好了，这鱼叉的威力舒服到。A Q A 直接死一个。詹娜出破盾有用吗？破盾已经被砍死了，没有人要出喽。 不缺个草、欸，这个人不缺个草、欸。好，可以，下下对面，一个打牙术，哇，亚宁，啊，空气，好爽，看到助攻了。 插攻击，打死僵尸赛跑，之后有机会。僵尸赛跑就没有什么新地图，那以后一定有机会。好嘞，现在比数。 8:10，他射一下100多，完蛋啦！巨力红拳换掉，哇，闪现脚慢了，哎，他很会输哎，揍他，揍他，啊！ 那、啊、怎么不把他揍死？你是赛特呢？抱回来杀我，那也没办法。
하지 못했던 말들과 함께 묻혀버리거든. 瑞尔打人，绝对打不死他吧？那伤害差很多哎。赛特不是还普攻要回血吗？那是通。哦，他有一个大装喽。 这场好像可以控到龙骨啊！赛特吃兵哦，赛特吃兵也还不错，但还是算了。看那些辅助吃兵，真的看久了会中风啊。偶尔看个一两场还没问题啊，看久了真的直接中风。 打到20分钟，吃不到100只。哎，小马怪被留下来喽，好像有点怪怪的呢，赛特。你有头绪吗？好像。 把他抱过来不是很好哎，不知道哎，为什么要把他抱过来？我觉得不太好啦。啊，留着把 AD 抱走应该是最好的。 他把 AD 抱走，还是把那个暴击撞 AD 都不错，现在开送哎，哦，现在开送喽，金子封杀，都转烂了，来推个下路。 赶快把火炮补出来，这样的人打团比较安全。不然等下瑞尔会一直被爆进来。也吟游诗人7个月，可以出夺魄吗？这一支出夺魄，没有玩过那种玩法，可以考虑吧。第6件。 这样就对了，赛特。好学，好学，要火炮了。 这就是功能角啊！哎，这个板就是这样嘛 ，AD 选功能角号的跟在队友后面，队友开得好，哎，队友开得好，我就跟着混个几个人头，队友开得不好，那我就跟着一起死，加赛。耶，如月，12个月。 这个中野双排打得还不错。越南品种的吉娃娃。
也算了，他以前在 ALF 的基地就在越南，闪现，两个八人，主动晃，还有一把，感觉应该不太会输才对啊。 他们到底躲在哪里耶？不太敢进去。大凯叫你来了，大凯怎么今天这么早收台？不是说好耐久实况到那个萨尔达系列跑完吗？ 但这一波打的，到不太了哎、欸。哦，我感觉到要被吸五个了。还行哦，还行哦，这波。 哦，龙八五，龙还拿到了二换三，拿龙，龙是我们的吗？没错，一天啊！哎、欸，刚刚要是撑一下，艾克要是稍微撑一下，我们这一波会换五个。 溜了溜了溜了，暴风大剑！哇，杨凌到处偷东西耶！他玩的不是刺客，是小偷哎！太无敌了，嗯，我这个会战是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这也算是这一支最大的优势。 哇！没救到狮子啊！快浪费点狮子了！啊，我唯一会被挡的招就是这个大招了。这一战不放这招还好。 体力红拳，哎、欸，不是哎、欸，我们这边在送啊。啊？艾克也倒了，哭啊，大送一波，这把我伤了，要八龙。都喊爆回来，没办法。哎、欸，他要是抱进去锤一下，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收波。 狮子怎么死那么惨啊？45哦。啊，狮子没大了。这是开始踢对面。 但主要看这个艾克了，唯一的 AP， 他需要多打一点。来，中路二塔。
보호 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됐다. 这个位置好像要屌开了。我刚赛车的暴击器好像被哇哇哇暴击来了，完蛋了啦，怪怪都全灭啦。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他是什么状况？他是什么状况？艾克没开到大哎。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对面那个团吹能力好像比我们的猛一点。艾克没开到大，一开始杀掉一个。파괴되었습니다。四换二。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雅典好像没打到多少，三娜出冰拳有搞头吗？冰拳的三娜已经被砍掉了，三娜现在出不了冰拳了，对吧？好像得塞一个降治疗。哎，明明雅典那只角色就可以出那个降治疗的，升100%暴击，都不出哎。好了，我就来出一个好了，塞一个降治疗。艾克也不出降治疗，不知道什么状况。쉬울거라고하진않았어식당의사람들은벌써죽었겠지新加坡的中文，新加坡的中文不太通哦，因为新加坡中文不太通。感觉是有20-30%的人会讲中文。어둠을두려워하지않는법빛에서배울수있어那些演员是会啦，但你路上一般人是不太会讲。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而且大部分的扛棒也都是写英文，几乎是没有中文。那这个牙术好像。对面这个牙柱就有好几次降治疗，怎么他的哥哥就不会呢？出这什么？出这个三吸血？正在开送啊？没有哎，正在开送。哎，漂亮哦！这边也挂一个。这一局能力不是很好。哦、这个狮子好恐怖啊！这个死。上路要打起来了吗？前来支援。哦，雅宁抓到人了，冲啊，赛特，冲啊！下下对面，下对面就好了。我们快要崩活了，必须得回一趟。OK， 撤退。觉得巴龙这样子应该是掉了，没吃。
看起来还可以吼，可能是因为有人已经挂12次了。这游戏只要有人挂12次都不怎么好打。哎，雅宁没带 TP 跑去下路。好啦，放巴龙了，放巴龙。雅宁蛮奇怪的，也蛮奇怪的，吃了很多的钱，他一直没有做事。억제기가곧재생성됩니다빛이가장필요한건어둠의가치입니다这一台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哦，都有，都有。我这一台很多简体字的都是马来西亚的，还有固定会订阅的大马仔。新加坡好像也是简体字吗？내가용서할게다른사람은상관없어通通都欢迎，通通都欢迎。물에빠졌는데我们这台不分国籍，大家都可以看。哎，来混个助攻！哇，狮子被秒杀！不叫人出这样，痛痛直接把狮子秒杀。100%暴击了。三大现在还能出水滴吗？也是可以。看你玩法，我这个是100%暴击的三大，100%暴的就这样出。这个就是会战躲远远的，然后等队友上去打。偶尔可以偷 A 个一下两下这样。这个流派打得那么好。东他取蜜，新加坡订阅要90块台币。新加坡人赚得多。加油站一个小时都有300块台币。这波应该要闪开我，我感觉对面应该快要无敌了。我感觉要等到有巴龙什么的再上比较好。开了。哇，这么痛啊！加油啊，雅宁！吃了这么多 CS， 一定可以秀吧？可以，艾克也还活着，打了一波，打了一波幻灭，但守是守住了。这如果对面要再贪，他们可能会死光哎，应该要丢了。加戴安娜，亚瑟加戴安娜算是一个很强的组合吧，对线很弱。这个组合缺点就是前期很弱啊，但是收 rank 不知怎的总是可以挡过去。난매일살아남기위해싸웠지오늘도다시이기겠어날부르는루시안의목소리그것만충분해
哦，这个应该是对面的导出啊。狮子骑，哎，仔细看，其实狮子穿出来出的蛮多的。可以秒掉嘉文，哦，没收掉孤啊！ 漂亮狮子，济公了！这个雅典已经士兵吃到300多了，还是整场。小心！打野，打野。 看来不用知道他是谁了，他死了。中野应该是双排的啦。哦，这两个人 CS 都超高哎。八龙又要掉喽，还要龙魂。 杀！艾克给尊重。啊，这种穿透没有很重要吧？我艾克是为了要秒人啊，法师就是要有穿透装。 赛特，没到，快要死了，六喽！哇，这有嘉文，我要死喽！过来啦！啊，哭了，痛痛！断掉了对面的龙魂，哎，雅典，位置很尴尬，再被 EQ 一次，可能会死哦。 365 CS 的威力，哇，直接被控烂，那好像是 GG 嘞，哇，最后人死16次哎，超级少见。哇，娜娜牙齿秒杀，太棒，GG。 那套嘉文还能玩，这一版的嘉文很痛哎、欸。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刚好遇到会死那么多次。所以说三娜现在爬分还推荐谁？爬分哦，艾希、西格斯、法洛斯、静吧。就好好的看自己的斗士开秀。这把 support 打得普普通通吧。可是中间我们那个换线什么的太差了，然后还打出了好几波团，狮子一直挂掉。 这两张牌好爽啊！用超能力打牌怎么这么爽啊？啊，来看这一场，下路对线会有点难受，卡玛加萨米拉。走家里。 哇，直接捅出来，好凶啊！这样不是遇到对面的打野吗？拉扯一下，拉扯一下，为什么这辅助打那么凶啊？很明显会遇到对面打野。哎，我发现卡玛没带闪现。
个什么赖大富豪新游戏，今天才刚出了，大家可以赶紧下载了。赖出的游戏必属精品。你看，从以前的姜饼人、熊大农场、赖的消消乐，各式各样。一般轻度玩家最爱玩的。2.4颗星，下面那个评论都超奇怪的。是他8月30号才开放游戏，然后一堆人8月10几号就在那边说：“啊，游戏怎么打不开？啊，游戏怎么打不开？”复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游戏打不开，可能是要等到8月30号吧。哦，刚刚回补了。那、他都让你预先下载了，还不好。8月30号一到，马上就可以登录。啊，回来 recall 了，比数0-1，打野。打野对面刷的有点多，奇怪，常常怎么多刷那么多？完了，完蛋了，李星出事了，这。怎么回事呢？0-2，这边现在是上野有点肥，下路过得还行哎。为什么卡玛带这个样子？我是没想懂，鬼附加 TP。啊，这个卡玛放招也不行，借个魂啊！起来，蛮多游戏都可以预先下载的吧？就以前那些 RO 魔力宝贝好像也都可以预先下载。哇！这一波，哇，跑得好快呀、阿古尼他也是。这个下去是鬼步的威力啊！竟然没有把他们 AD 给追死。빛이가장필요해어둠의가치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李天，我李天，快跑快跑！我有哥已经上6了、结果我感觉左边就有躲，来了来了，打架了。闪现敲可以打保守，这样绝对不会 miss。但我是觉得直接捅出去就好了，没可能这个样子还捅不到吧？他没那么下饭吧？他刚刚都已经走进来被 check 了。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完蛋. 적을 확성 중입니다. 有点像死光光的节奏。哎，哇塞，这样我要死了！救命啊 ！TT 救我 ！TT 没了。哎，还好，对面没发现。 哦，我跟蟾蜍算是正常的发育，其他绿都有点爆。没问题哦，这个有赚哦，感觉破口找到了卡玛。 这样应该靠卡玛了。哦，我聊天室现在这么多元化了。但大家记得在 card 在这聊天室一定要友善的沟通 ，OK 吧？ 全退区最 peace 的台，尊重友善包容。哎，雷欧娜，比较大，杰哥也没什么用，完蛋了啦，零三零喽。啊，那种嘴炮的肯定强力谴责。我有个402哎。 加入换血之王，直接换着过。好像被换的有点不舒服了，没事，还有治疗在。贝德一下，来了来了，李信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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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漂亮李信，还有大脚一踢，大脚一踢，哎，盾级。 哇，这 combo 快跑哦！杰哥来了，杰哥来了，怎么说？哇，闪掉！哇，秀啊，刘娜，绝世能被玩，对啦，主播飞天喽！有操作的辅助哎。 我还以为我不会死的，那么漂亮的贝特，竟然得死。刘娜有闪绝对不扣，对吧？有闪绝对直接按的。辅助的闪就是拿来直接按的。辅助按闪，对面一定要跟闪。辅助又不用留着闪保证，又不是那些什么露露。 就是那种露露卡玛什么的。哎呀，上路状况，上路杰的大夫，为什么接了一套？这边有这么多血、啊。
圈圈我都不怕，不过我W这样可以打到，运气有够好。别跑过来，不管了，硬换了啦。鬼子换命，哎，漂亮，漂亮，好爽好爽，有一个头。 兵线好，二环鱼能算亏吗？兵线这么好，被辅助拿头。他赚600，我们赚450，加上一个回推兵线，然后这边掉兵，从数字上面看就已经不亏了。 而且整体打起来，那我们心态又更舒服了。整体是赚的。他那边没有助攻啊，还有助攻的150块，然后他在掉10只兵，10只兵200元，我们还小赚。萨米拉 W 不能挡吗？不能挡。 挡不了我这只，我这只有点 counter 它，哎，自己把它吃掉，来，哇，完美配合，好爽，又混到一个，但是萨米拉可以挡掉三大的大招，大家千万不要按大招在他头上，就直接空大。 不会吧，杰刚！画面转过来，他还蛮秀的，左右死了。可以挡达人文的。 一般角色的普攻都可以挡啊，只有天使跟我这种。达瑞文下一版改版之后，我感觉蛮好玩的。达瑞文多了一个斩杀能力，那一招看起来超爽。他出了一定要玩。以后达瑞文可以直接斩杀。 自己乘数还低的人，那个改的真的不错啊，不然他的大招真的好烂、啊。达瑞文的大招有时候不想来打会战，真的来吃。对线哦，这个东西是不影响对线啊，影响中期的小团战吧。啊，你就可以玩那个整场吃兵的达瑞文，哎。 究竟，究竟被爆破啦！打刀，走，走出去，没中，完蛋，雷欧娜，所有招都没中。改杀宇宙王者，怪他每一波闪现都不神，确实不该神。但玩真的不神。是他这一炮是什么伤害啊？我怎么是这样啊？ 没偷到、欸，啊，我要死了！大赛，不该救李信的。哇、哦，他那一炮也太痛了吧！难怪刚刚上路坦克在秒杀。我比他拉远一点救。 贴太近了，还被那个 AD 划上来。
那边中招了，一刀就死了，啊，要弹走了。耶！啊，我这只本来血就比较少，这只比一般的 AD 血要少一点，要出鱼叉。没事，哎，我们稳稳的打。等等，把他的下档拿起来。他现在可是价值800块哦，拿到就是飞天哦。这场我终于有红霸吃了，中路不会再抢我红霸了吧？耶，拿红 buff。突然发现对面原来是全 AD 哦，好像可以挑物防。完了，弹出，一直推外面，一直被抓。不妙啊！要死人了，要死人了，很多人啊！加入力军一克，一克没出来。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龙都没有怎么控到，这条龙必须打了。可以大脚一踢哦，看他怎么操作，踢一下飞出去，拍地板，防身一踢，二次 Q 中，敢飞吗？他们要直接过来开大，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是打团啊。我们如果是正常打团，弹出弹在前面。不会被打死。2500滴的残存。李信这一场也比较不肥一点，刚刚太肥了。내가용서할게다른사람은상관없어哎呀，姐现在也还没神化妆，蟾蜍也还没神化妆，路还很漫长哦。啊，我要掉了。啊，姐才11级啊！蛤蟆，蛤蟆是真的痛。那也没办法，没有魔法。我血又少了，哇！他好像要送哎、欸，不是他没带伞哎，来了，开战！哇，李信没有二段 Q， 有点尴尬。哇塞！李信飞过来没有办法二段 Q 了。我们杰哥登场了，杰哥刚刚这一波人不在。哦，他有护盾跟鞋子，我点不死他。李信没能量，好像刚刚有看过一次。李信是被暗改了，是不是？能量变少了。冠伟今天标题打 JJ 最强 AD， 没有，冠伟肯定才是最强的。我小组赛唯一一场对线没赢的就是打他。
他是真的强，他对线的那个细腻的非常厉害，高水平的 AD。哎呦，李信抠到了，可以，那我要。 哇！还有金人，杰哥终于把他飙死了。哎，不是，我们会战永远都少人呢。刘娜跑去上路了，以台服高端来说，大哥上路怎么样？打不错啊，打不错啊。 有点麻烦大了，好像能追啊，这样能追，这个追死可以吃八龙漂亮！我在干掉沙弥啦，被鬼蹲啦！ 哼，这里只拿来。咦，哦呦，被飙死喽！看杰哥的表现，这个人没啥，被起来了。杰哥给他一套，被遛狗了啊？这样有点怪怪。这个遛狗，直接在他肚子里面把他练死。哼，现在还牵着，航母吃错人了，就该吃杰了。 他吃杰吐出来，有一层护盾，杰可以开大。现在蟾蜍加上雷欧娜，只要他们可以放下过去的神剑，好好的一起打会战，我觉得还有得打。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我也要死啦！他变成李信有点猛啊！我要被A烂喽！ 还能舔他，又舔，又舔。看出来到了，刚刚没踢到，好像没大吧？刚刚还没大，有踢到会赢。螳螂这一波直接撞墙，这波我们有点下水饺。 就这个蟾蜍一直死，无尽有比鬼锁强吗？不太一样的打法，鬼锁那个是甜的。如果要真的要打后期的话，无尽比较强。哇，挂了呀！ 爷也挂了。啊，原本优势还蛮大，但队友一直有一个不想打。
一开始是杰一直不来打会战，后来杰来了，换雷欧娜不来了。出个灵魂，快无尽了。双龙护体。80个魂，哇！我一直在开搞哎、欸，雷欧娜已经发疯啦！也中间是有点惨，他是该可以稳住的。哇，好痛好痛好痛！快溜快溜！这个塔被破坏掉了，速度不会太慢，还好。这个塔破坏掉了，五级左右，三娜还是很快的，三娜手长啊。那主要是可以在远距离。杀 ，Elsa， 记住。没有人可以开战呢、欸，这样好像没救。저는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집중하세요哦，暴毙，暴毙。突然这么暴聘啊，哭啊！算暴到不行。啊！木塔被破坏掉了。李天啊！木塔被破坏掉了。哇哇哇哇哇哇哇！什么都看不到。흔들리지마라라스리안온드아야미친할때도있습니다와이거가라앉소금사건서포갭我要先换个节点看一下完蛋，今天运气有点不太好。三大云过吗？看运气啊，选中角色就看运气嘛。啊，运气好就赢了。重点不是输赢，重点就是这一场你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就做好最正确的事。那输赢就是随缘嘛。我感觉我玩这一种打牌类的都很强，麻将、打牌，不错。Top no gank, bot gank go go, OK, no problem. 他一打二，这场对面有个巴德，有一个特朗德。那戴安娜应该是单骑鸟吧？啊，哇，巴德直接过来赚60哎！九可是最大的，对啊，九可是最大的。九可是有两张吗？三个人两张九可。我的前世是不是法老王了？有可能、欸，感觉找个时间该去一趟埃及，说不定可以唤醒我的另一个人格。
还是去一趟日本就行。完蛋 ，A 不到那个眼，可以硬 A。哇哇哇，有点痛，有点痛。咬他，咬他。下路打的稍微有点激烈。哇，两边狂换血，哈德没有闪了。治疗什么也都全按了。万代最近有出一个千年积木，买啊买啊，哪次不买？哎，打中了。OK 吧，我在吃他的补品。狠狠你打，哇、哦，漂亮！我还会回家，希望这边不会有野。这一波满满的细节，回家买两颗宝石，开始昏分，是的，怎么感觉他扛不太住这个兵线？用命扛了，用命扛了，朋友，牺牲自己吧，特朗德。不错了，至少拉到了。对吧？那兵线长这样，他不扛也没办法。不是还有生命吗，特朗德？我有一个红宝石，那不太会被越塔。这一只真的每一波都要做抉择，到底要吃灵魂还是吃兵？吃灵魂有八块，然后又有一点攻击力。吃灵魂应该是最好的。哎，下去喽！应该给他飞一下。上车吗？哎 ，Cody 的奇妙旅程。像没赚，我感觉好像没赚。이것도늘겠어난내가맞서싸운다고생각했어好像还在送。原来戴安娜还有闪哦，我感觉脚闪的话应该是最赚。蓝宝肥的话，对面 AP 伤害就够了，这边就只有一个 AP。还行啦，至少这边都没有什么助攻，艾希还是蛮惨。对啊，我感觉我一开始应该让他飞一下的。如果一开始让他飞那个 AD 的话，应该好一点。没有，只有一个 AD。打一啊，感觉有车哎、欸，怪怪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感觉啊，朋友？蓝宝不在，可以，可以打了。有车哎、欸，我也是有点想上车啊。怎么办？蓝宝到我们屁股了。啊，我鞋子怎么长这样啊？这有 bug 是不是？哎，哎呀，请你下车！来了，哎、完蛋，太王要三只木鱼了。哇塞，蓝宝宝烤死了啦！好烫啊！他要出来把我们全部烤死喽！这个超切实，
这局 gap 没事没事，至少我们上路很顺，对面打野在下路，我们上路很顺。숨쉬는법을알지쉬어지지않는다그게겁나네没事啊，慢慢飞，慢慢飞。不过刚刚巴德这样飞过来没秒杀，我也有点震惊。巴德跑上路了。线漏，控线漏，还敢跑线？可以控个三波左右。来看一下这一场的杰，发育的不错，跟上一场同一个人。看这一场杰他运气好，就是210开局，上一场运气不好就直接被打成030。这场我们会战蛮有戏的。阿古尼汤也死了，是嘞，哎，运气不好吧。220啊，220再怎么样也比030舒服一点啊。上一场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还是看得出来他是有超速的。把这感觉把这一波推给他吃很浪费啊！不行啦，不行啦，巴德都要来了，干嘛干嘛干嘛？巴德都回来喽！差点被这个特朗德害死。星剑飞过来了。可以，我跑这两个。哎，怎么没死了？有点尴尬。这下是非常的难打哎。怪啊，这局打中啊，打中啊，塔先被撞断喽。没有战斗力啊，行啊，难保要把我烤死喽。上路过很爽哎，上路是我们这一场过最爽的。702的蓝宝，看他什么时候送一波了，不然打不了。我来去补中了。这一场哦，这场。我们肥上路，对面肥打野，我发育也算不错啦，我还算能打的，只有等级低了一点。哇，被全灭啦！我要死喽！杰来了，姗姗来迟。这个杰永远走在最后面啊！他怎么慢这么多？他这个是慢的有点多了。
跟他终于要上去抓人了，上手不能被抓掉，被抓掉要GG了。敲钟敲起了四米大，哇，他还抓到巴德哎，抓到嘞！哇，他这一个卡很漂亮，一百元就出来了，够了，大节奏。这个米大。一起가장필요한건어둠의가치니들이야。算了，刚刚是没有住持，那其实有点极限哎。刚好最后一秒咬到他。对啊，等会战，大家大五个，一波就赢了。我等会战就是一直帮这个一六一补血。这场蓝宝住下路啦，上路。上路这一支单挑之神，想不到这个大妈输的可能性。如果在单挑的情况下，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来，全程血量，这样我就来负责补血的。我把他卡回来，可以扛两下塔。扛三下塔，差点盾弓喷出来了。魔豆，是魔豆单挑怎么打赢他？他直接第一剑太出血。我不闪。啊！他就直直的飞过来，我就中了。不是，我刚好像宕机了，我游戏好像宕机了。我刚角色没有在动，平常因为自动死掉了。我敢那边反击吗？哇，是上头没开大，杰哥来了，太秀，砰，漂亮。그정도가돼야大招，支援一波，老死了，老死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一千元落到上路，那上路要有手套了。为什么我这样等级可以打这样？这样的等级稍微有点低耶。我觉得好像不能吃哎，走吧走吧，我要送头喽。狙哦，哎，这一狙打的还行啊，感觉是运气不太好吧，每次都刚好遇到蓝宝。还可以，你看，这波不就马上吸两个血月了？哇，五个触手怪开秀咚！追不太死，没有伤害。我好像没有把触手怪给救死。打我！哇，太乱啦！我好歹也是个坦克。
我好歹也是个，他不出了，希尔利亚没闪。这下就坦不住。波塔米파괴되었습니다。帮队友吃了一个大招，一个闪现 ，OK 吧？我们看约利亚下一波怎么打。拿大招闪现杀我一个，怎么决定出圣猎还是海妖？出海妖就自己 carry 啊，出圣猎就靠队友 carry， 就看你觉得队友强不强。然后还有看对面刺客多不多了，刺客多的话就出圣猎。啊，出圣猎就是帮你们队上最肥的那个斗士一直补血，然后在他旁边帮忙吃伤害。1600滴血的 AD， 有个补血，有个护盾，还有个骨甲。哎，我这场吃兵真的好奇怪哦，是不是哥不对啊？来点油油的，不可能！我十八分钟吃八十几只啊！打架是打的有点多了。我大招也得下了，再不混点经验值，真的要全场最低等了。Double kill。那助攻该拿的得拿一拿，完蛋了啦！欸，我很硬，我很硬，我不够硬了，靠你了，出手！Wrong Chica！ 快跑，快跑，快跑！啊，大招开早了，大妈！长得是不是没能救起自己？别来喽！上去直接大招一套，漂亮，把自己带走了。내가겪은모든것이허다손에더많은힘을줄수록시선에게힘들지为啥？为啥这样子是自己死？好奇怪、啊。完了，我们两个可打不过他。哦。不该皮他的、啊、朋友。他也刚好惊人了，治愈，治愈不知道没有中哎、欸，好像有吗？有啊，有治愈到了，没皮他。哎呀，这个会战哦，有点难打。那这样经济就不够好，二七五，二七五，那伤害是不太够啦，感觉只能帮忙开战。哎，完蛋了，姐！啊，被烧死了！哎。阿德，护自己，快跑快跑快跑！这里好像得防守。完蛋，这样子巴龙好像是掉了呢。
谁可以缺克？是谁可以缺克？能不能踩过去了？断一下盾就回家吧。好像可以试着杀他一下，这样可能过来咬他的话，戏吧。可以可以可以，这边开松了。补血就补血，尤里亚没大没闪，难道他没大没闪还能秀？还是蛮痛的。龙又是全掉啊！我怎么感觉今天全部都是龙魂局啊？每一场都没有龙哎、欸！又听牌龙了，好像连续三场还是四场听牌龙了，怪怪的，怪怪的，今天运势不是很好。那怎么对面都可以刚好吃到龙？兄弟哦，兄弟吃队友，队友秀我跟着秀，太痛了啦，都要烤死了！哇，助手全没压到哎、欸！他要是这边还有啊，直接血虐。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大妈这边没有阿道亏啊！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CG太少了，这个组合。어쩌다파괴되었습니다这两节也蛮恐怖的，好像跟上一场的发挥差不太多。这会战大家都有点扛不住蓝宝哎、欸，要烤一下也是直接死掉。上路 CS 赢蛮多的、啊，我觉得这会战打得太差了、啊，然后龙一直放掉，副手打团还蛮难的，没有人 CC 的话他打团算了。来上路这一波。哇，杰直接死喽，那我也没啦。哎，咬他一口，没拉到。这场又跟上一场很像哎、欸，打团一直少人，打团一直少人。哎，过来吸了，死一个哎、欸。我顶锤艾希，觉得不太好哎、欸。哎呀，大妈也倒喽。完蛋了，怪了怪了！啊！痛啊痛啊痛痛痛痛痛痛！护塔被破坏掉了。哎呀，绝了呀！奇怪，今天的运势这么差吗？
今天就真的运势很怪，就龙一直掉，啊龙一直掉，啊中路一直爆，那也没办法。啊，打得不错。哎，别人笑我太疯癫。啊 ，Cody 应该先去休息啦。我们来一个单人车。